陷入如此穷途之困局，为何你始终不使用丹药？我已等待此刻多时了。必须再次斩断一切丹药的祸根。来世之徒就在死湖上残杀吧。Yeah.
命于其乃战乱之祸首后，我便决心讨之。这妖道四处散布丹药，驱使妖魔，此行或将有去无回。我不能连累抚养我的天珠派，以及我唯一的亲人。潜入京师后，我佯装忠诚，侍奉董卓左右，以假面示人，隐藏真心，伺机打探虞姬的动向，虽设法将丹药转移至梅雾，避免其落入诸侯手中，却始终无法确定虞姬去向。我心生焦虑，决定赌上一把。我若夺走丹药，却不加以使用，虞姬应该就会现身。此计果真奏效，却因我不敌虞姬而功亏一篑。你武艺既高于我，定可担负讨伐虞姬之大任。根绝邪气之使命，就托付于你了。将军他为了不牵连小姐，费尽苦心，他背负起一切，孤身奋战至今。也有数城落入袁绍之手，兄长和义德也下落不明。关将军，若将军未有打算，不如先暂居曹公营中如何？即便寻找刘将军要紧，也需要先击退眼前的敌军。袁将军的将心竟然陨落了，另有三颗星星出现，这究竟是何预兆？袁绍突然渡河南下，进入曹操领地，夺取了吕布所持之丹药。因惧怕袁绍率领之妖魔，曹操军据点纷纷叛降。尽管曹操军大战过后兵势劳累，
局势十分不利，但其将心并未失去原有的光辉。曹操鼓舞麾下将士，一场赌上存亡的反击即将开始。剑士，银记的据点被袁绍军攻陷了，白马的先锋部队被敌方大将颜良和文丑击败。请给关某一个机会，以报答明公之恩情，关某必定献上敌将首级。需要多少兵力？某只需一人即可。哼，袁绍很强大，多加小心。天上之星如今眷顾何人？此役结束之后便会见分晓吧。白马之地乃是渡河之要冲，压制此地便能遏制敌方的援军。没错，为挽回劣势，曹操军必将拼死奋战，但是我等另有目的，要去找出害死老爹的妖道。撤！曹操军到达白马。在何处？曹瞒的首级。是，属下定当死战。太慢了，别跟姑扯什么战力不足。